なんでフミヤ君あれつけてんの？ん？これもともとついてんだ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爹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呢，这个影片其实很短，是想要拜托大家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终于要做第一届的 Q&A 啦。然后呢，要做 Q&A 的话，当然就需要问题，所以今天呢，是希望拜托大家一件事情。那就麻烦请大家想要问我们的问题都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那留言的时候呢，有一件想要拜托大家的事情，就是请告诉我你要问谁，你要问我还是你要问文当，还是你要问我们两个人，这样子我们比较方便回答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因为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想要拜托大家的事情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